现在的第一个阶段主要以火星测的探测为主。火星上车上有6个科学仪器啊，包括有照相机，有光谱仪啊，也有气象仪。我们实际上就是希望能够研究一个局部的区域里面的详细的地质情况，它的物质构成，还有它的环境，包括它的气温、气压、风速、风向，这样一些基本的物理特征是什么样。到遥感使命轨道之后，环绕器就做它的一些科学探测，包括高峰啊、中峰啊，还有次表层雷达这些相继开机工作，对火星表面进行一些探测。环绕器上现在是7个科学仪器，有高分相机，就是我们能够分辨出米级的火星表面的地物，我们还能构建立体，这个地方坡度有多大，地貌的一些形态特征我们都可以准确的获得。第二个相机是中分相机，它的这个分辨率是在北米量级，能够进行全球的这个遥感探测，了解全球的形态特征。我们希望能够对火星这样一个有变化的这个天体，然后来进行形貌和地质构造方面的研究，然后了解它的这些物质成分在它的一个分布和它的量有多少，看看这个火星表面地底下它的嵌坑是什么样的，以及下面水冰的分布。轨道器你就可以了解整个火星的全局全貌，有火星车的一个点局部的精细探测，首次实现了一个全球的这个全局的探测加重点地区的详细探测，这两个一结合